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今天来犬市哈，来拿一只牛头梗哈，孙红雷，咱现在就来挑一下啊，简单拍摄一下，关注一下啊，来看一下啊，咱又到一个犬市啊，来看他家的柴犬，还有牛头梗啊，保证纯种的哈，这不是斗柴吧？标柴啊，标柴啊，小赤柴。哟，这牛头梗啊，咱一会儿咱选一只牛头梗回去啊。今天就是顺路拿一只牛头梗，然后看到这边有柴犬，咱就简单拍一些拍啊。都打几针疫苗了？两次了啊。疫苗本有吧？有啊，有疫苗本的啊。这是在犬舍里面，这不是市场。他家还有呢哈、啊，他家黑柴，那黑柴啥价？黑柴3000啊。也是纯种的啊，狗爸妈都能看到啊。几公几母啊？3公1母，三个公一个母哦，三条公的一个母的哈、啊。哎，这个长得难看，那一个？难看的便宜。实在不行就送人啊，你送我一个吧，我不嫌便宜。看，还是黄柴好看啊。这里的啥价？黄柴？刚才是4000的，双犬种的。忒贵。嗯，再有个已经定下去了。哦，这个已经卖掉了。这个嗯、对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嗯，这个。哎呦，那个确实。现在这家怎么说？这个家伙。这个也可以、啊。嗯，有一个那有啊，这体量还做较好的。啊。小。这里面卖掉两个了。啊、这个做。小杏儿，小杏儿。哦。不是，在哎。别人卖掉了。哦，这个做记号了。行了。哦，小翔啊，小翔拿走的，小翔还是小翔，小翔一会儿给你卖完。这牛头梗也不错，你给他选好了吗？哪一条？我如果是我选的话，也选这条啊。海盗野的啊，海盗野这条哈、啊。哎，有点花鼻头这个大哥，没事吧？哎，老板走了呗是？还没给他砍价来走了，一到关键时刻都要跑。那个大哥相中这个眼睛了，那个耳朵也一块晃还不行。这几个柴犬就是有点价高，不过也可以保证纯种的。这尾巴你看，直接都翘上来的哈。他家黑柴啊，有两个不太好看的。不过他家你看这犬舍里面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了，这是黑柴妈妈，黑柴爸爸哦，黑柴爸爸，他家。养了好多好多狗啊，看，这边有柯基哈，你家养多少条狗？两百多条、啊。这个老板大哥都认识吧？很低调啊，现在一直给狗喂饭哈、啊。还有史宾格、雪纳瑞哈、啊，能出窝的目前他家好像没，这个产房里面也有，再看去啊。老板不在这里，咱进去看看，这里面有啥狗？有西高地哈、啊，还是那些狗。有柯基，看到吧，柯基宝宝，小鹿犬，柴犬，哦，西高地，哎呦，又生了一窝西高地，你看了、啊？这边有比格西高地哈，这边有牛头梗，走，咱过去看看，还是把咱那只拿下了吗？哟、哎。可能正在检测了吧？哎呀，拿下了，马上。那个大哥看上了吗？就拿那条吧。好嘞，确实好像海带里的。这是母的还是公的？这是公的。都是公的啊，都是公的。柴犬到时候拿的便宜，忒贵。这个有点不大好看呀、啊。这一窝里边出的也有好，也有便宜的。行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看看狗在吃东西啊。你这都吃的啥？狗粮加鸡蛋黄，还有啥？奶粉，羊奶粉啊？牛奶热一下。看看都吃的，人家养殖户喂的多好，你看，让它吃饱了就直接拿出来，不能给它放在里面哈。来关注一下吧，关注一下哈。简单就到这里哈。他家柴犬有2000多，有3000多，4000-5000的都有。牛头梗是1000多，2000多都有，关注一下。
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只牛头梗啊，下架南京了哈，检测结果是健康的哈，子弹头的哈，看看这结果啊，走，跟我回新家吧，走了，宝贝儿，拿下，走人。嘿，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。